鞋子来自魔法的光呀呀，仙灵族拥有神奇魔力，散发耀眼光芒呀呀。我们是鞋子来自魔法的光呀呀，好朋友一起唱，在天空中飞翔，人类笑容就像阳光在心中绽放。我们是鞋子。组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，他们要阻止神秘的天才小偷。为了救出这些天才，他们假扮成天才侦查员，参加一档由浮夸的艾斯主持的节目。他们发现了拥有美妙歌喉的安娜贝尔，但她在表演过后还是遭到了绑架。好吗？我一直都很担心你呢。我的耳环。是不是做噩梦了，蕾儿？哦，来喝点纳米斯茶，这是安神的。谢谢你，弗罗拉。我并不认为那只是一个噩梦。我梦见安娜贝尔了，她一直想要告诉我些什么。那她还好吗？她需要我们的帮助。安娜贝尔被困在了一座森林里。哦，节目又要开始了。欢迎收看哇哇哇哇，这是一档精彩纷呈的真人选秀节目，有请我们最棒的评委马格特。我讨厌天才，唯一喜欢的就是我的小狗克里夫。你知道吗，艾斯，如果他们天生如此，那他们就是天才。我们必须找到安娜贝尔，可是上节目的话就不好办了。我们马上把镜头切到住在城中的六位起超凡的天才侦查员。摄像机随时都会到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交给我就好了。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安娜贝尔昨晚的表演吧。这就是我写自己喜欢的旋律，这就是我唱自己真实的心情。特里夫，你是怎么看的？他真的很有魅力。马格特，他离场的方式太差，唱歌也不是特别好。
也许事情有了转机，让我们一起去城中心看看天才侦查员是否已经找到了失踪的天才。早上好，仙灵族。仙灵族，大家好，是艾斯啊。么么么，亲爱的粉丝们，大家好。你好，斯黛拉，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呢？你说的是手机新闻吗？当然不是，是关于天才安娜贝尔的消息。哦，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，那个安娜贝尔不能再继续参加选秀会了。嗯、啊，可她的实力应该能参加决赛的呀。安娜贝尔跟我说，她的梦想其实已经实现了，为观众们表演就是她的梦想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少了一位选手。我们很擅长应对挑战。可是其他几位亮丽的天才侦查员到哪里去了？快跟我来吧。蕾儿她身体不太舒服。嗯。哦，可怜的弗洛拉也生病了。嗯。凯莱也是。振作起来，仙灵族！你们怎么能败给小小的感冒呢？从我的症状分析来看，我至少得卧床休息一天才能够恢复健康。让我想想，选秀会可以停播一天吗？不，当然不行，节目还得继续。瞧，这就是我精美绝伦、设施完善的衣帽间了。斯黛拉，抱歉，节目还是要继续下去。所以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请出下一位天才了。这样才对嘛，虽然病倒了一半，但是仙灵组还在。准备好了，开始选秀吧。让我们准备好去外面的世界寻找天才。寻找天才，大家跟我们一起做好准备，说哇哦。摄像机，快跟上我们的天才侦查员！没人了！太好了，摄像机并没有发现我们，把这拿掉。我们必须得赶快行动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该到哪里去找一个天才呢？不用担心，缪萨，有句俗话说得好，无心插柳柳成荫嘛。但是首先我们得甩掉那几个电子跟拍狗仔，这就开启闪驾模式。哦，这是要去什么地方？摄像机绝对不可以跟丢仙灵族。先生，现在正在直播呢。快走开！哇哇哇哇！仙灵族这是要去哪里呢？先来播一段赞助商的片子，稍后我们马上回来。为什么我的额头还是亮晶晶的？化妆师，我真的做不到，我一点都没有准备。即兴表演吧。可是，今天。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表演，表演者是一位演技超凡的女演员，掌声有请玛利亚。从未有过自从那仲夏的温泉之旅。评委们觉得如何？晋级还是淘汰？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，我会给零分。让他继续吧，接下去肯定会好一点的。
但是在你的争执。一份辣味墨西哥卷饼，说吧，戈麦斯。好，有两个姑娘曾和安娜贝尔在一起，剩下的呢？也许他们在外面呢，给我点时间，亲爱的。我能要一份辣味墨西哥卷饼吗？不要再叫我亲爱的，请帮我做一个大份的。很抱歉，我们打烊了。也许喝茶管用，耳环肯定就是一条线索。在梦里，安娜贝尔一直想让我看耳环，那么是一只耳环还是一对耳环呢？她只戴了一只耳环，款式就像这样。您好，要点餐吗？我好的早餐，那就给我来一份煎蛋吧。好的。再来点培根，等一下，等等，再来点香肠、炸什锦、一杯卡布奇诺，还有你喜欢吃的蛋糕。路易斯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我们都很担心安娜贝尔，你伤心和害怕都很正常。我真的非常担心，万一她出了什么事怎么办？全都怪我，如果当时我不去妒忌她，没有故意断电的话。别担心，我们会找到她的。你能帮我们吗？路易斯，你知道安娜贝尔有没有这种耳环？哦，是我送给她的，这可以说是他的幸运符。在弗鲁迪酒吧表演的时候，他就戴着这耳环。啊啊！艾丽莎，听得到吗？我们在广场的舞台上，和缪萨一起。好的，等你熬过折磨之后，去弗鲁迪酒吧找我们。有安娜贝尔的线索了。他们有安娜贝尔的线索了。卫生间在哪儿？放过我们吧，艾斯，求求你了。好了，伙伴们，快断电。抱歉，朋友们，由于技术原因，我们和城里的广场舞台失去了联络。不过，我们一定会尽快恢复的。艾文斯，他们准备出发了。干得好，戈麦斯。哦，这个给你。请给我一个草莓圆筒冰淇淋。嗯。跟上他们。很抱歉，我们打烊了。这是你的双份奶昔，你们两位就只点一份吗？是。不是。事实上，我更喜欢辣的。
有黄姜、辣椒。啊，那个一举成名的选秀明星就是在这儿表演的，安娜贝尔。是的，她出什么事了？我不知道，演出结束后就没人再见过她了。所以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在她的更衣室。你还要点些别的饮料吗？那就再来一份奶昔。好的，你想要彩虹还是蜜桃？嗯？谢谢你，罗西，我们得抓紧了。好了，就交给我吧。那么，假如你是安娜贝尔，刚演唱完梦寐以求的歌曲，回到了这里，听到了喝彩声，啊，可爱的粉丝们，大家正在投票。接着，你拿起了你的幸运符，心里很紧张。耳环掉了下来，你正想把耳环重新戴上，所以坏人抓他的时候，他手里正拿着耳环，他用力想推开坏人，结果耳环掉了，接着滚到了地上，然后干得好，斯德拉，情节推理而已。嘿，瞧，这里有一堆粉末，和天才小偷在其他现场留下的粉末一模一样。匹配，是一样的。这里也没有人。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感觉好像体内的力量变强了，让我们变回了原形。为什么？那个通道是怎么打开的？我们这是在哪里呀？这个沙滩和我梦见的一样，其他问题还是待会儿再解决吧。我感觉安娜贝尔应该在那个方向。我也觉得。知道吗？这种感觉和安娜贝尔演出结束的时候一样，就好像这股巨大的正能量把我们几个联系在一起了。见到你们实在是太高兴了。
如果我没搞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你的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可是你们几个怎么会有翅膀呢？我们其实是精灵，而且我们是来救你的。你们是精灵？你们怎么到这里来的？是用魔法吗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是的，出现了一个魔法通道，然后我们就进去了。哦，稍等一下，到底是谁打开的通道？好像有人来了。不管那是谁，他带我们来就没想让我们回去。赶快走，通道在那边。这是我的影子。看看新力量能起什么作用吧。攻击！拦着我。那你来的时候是怎么进来的呢？我只记得这里的粉末让我感觉非常困，然后我就出现在这里了。你说粉末，来试一下吧。再试试。安娜贝尔也不见了。仙灵族有魔法。